我带你去看星星。打开腾讯视频 APP， 搜索脑力男人时代，更多精彩花絮等你来看。本节目由互联出成就智慧全宇宙的惠氏 S26 独家冠名播出，感谢脑洞要上天、犀利大无边的老板大犀利油烟机的联合赞助，和高智商高颜值的新福特翼虎对本节目的赞助播出，还要感谢快意生活极佳吉祥的汇丰中国信用卡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你说加速是怎么着？哇哇哇哇哦，好看好看，他是我们当然没有区别的感觉的。他应该还在。对啊，他为什么还来？你啊，来干嘛？因为身体一直比较健康，还活着呢。其实呢，今天是我们最后一集了。哇耶！啊，不是，你怎么那么兴奋？最后一集，我有一个小小的礼物要送给很帅气的志廷。就一个礼物？哇！你们没有的。哇！我上网找了。最高腰的，你就知道了。两条最高腰的裤子，对，两条最宽的。导演，你真的太有心了，这颜色又特别，我就特别老土，还有特别高。这个到我胸了，导演。哎，那显得你才腿长啊。对啊，谢谢冯导。我就知道大哥送他的东西不是好的。今天穿成这个样子，好像一定是有事儿。我估计题目肯定特别难。这不还有一座位吗？肯定是还有谁啊？还有谁？来个新人吧。来个男的女的啊？必须要来一美女才行。哎，那我想问一下，除了你老婆之外，没再见过美女了。哎，没再见过了。好，感谢大家都盛装出席我们第一季的收官录制。那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位特别大来宾，就是美貌与智慧并重的大 S S 姐。哇哦！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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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坐坐，欢迎。OK。这是我们来宾的特别位置。谢谢。我不知道你前看过我们前几期的表现吗？看过，我觉得你们实在是太聪明了。哇！主要是有一些人把整体智商拉高。对，有一些人把整体智商拉低。哎。为什么看着沙溢？他直来的脸。所以 S 姐，你放心吧，今天不管你怎么着，你也不会在最低的，你永远是在中游，因为有我在。我先讲哦，我本来以前智商挺高的，但是人家不是说一孕傻三年吗？啊。可是我生了两个，所以我现在傻会傻六年。没肾，没肾。没事，我比正常的这个年龄的人要傻十岁了。对，他也怀过嘛，对吧？比较幼稚是不是？他也怀过。OK， 好，那我就放心了。放心。想问一下，您心目当中的脑力男人应该是一个什么标准？我其实很喜欢男生在思考的样子。那我觉得每个男生思考的样子呢，动作都不一样。
我觉得男生除了脸跟思考的样子很帅之外，我觉得手哦也是很重要的，就像女人的手是第二张脸的样子。有些男生思考的时候呢，他会这样，感觉很不安。那如果是导演类型的话，通常思考会这样。那如果说是一些年轻小男生在想考题的时候，他们会抓头。所以我想看看你们在思考的时候，你们的手势会是怎么样，顺便让我看看你们的第二张脸帅不帅。我们在这个节目思考有点不一样，我们都是这样的手势，是这样思考的。为什么？给个答案，给答案。每个人都是平常挺帅的，但这个节目我们是这么思考的。好，欢迎 S 姐来到脑力男人时代第一季的收官期，今天注定会有一场脑力大战。那开战前，我们依然会送出一把惠氏 S26 智慧互联钥匙，它可以在答题过程中给大家带来一个提示。今天是第一季收官，我们就把钥匙送给一次 Westman 称号都没获得的蛋蛋，以资鼓励吧。接下来请大家感受推理的魅力吧。一万种可能，这么快就一万种可能了，来吧。欢迎来到老板大犀利油烟机，释放脑洞吸引力的一万种可能。每个题目都是来自于完整的故事或者真实的新闻事件，推理的过程千万种可能，但真相只有一个。过程中每个人可以轮流次序选择提问或是说故事，再根据脑子给出的响应来验证自己的推理方向正确与否，一力得出事件完整的始末。今天的故事是小明找了一本书很久，找到后就亲手把它毁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快推理出完整的真相吧。好，从 S 姐开始。找到一本书，然后找了好久，找到之后就把它给烧了，是不是遗书啊？好问题，找到之后就烧了，把它给毁了。对，是不是遗书？不是。我提问题，这本书是公开发行的出版物吗？是。好问题。非常好。公开发行的是写真集吗？写真集，是不是很做作啊？他的写真集，你这个，我真在思考，我没思路。现在是不是你手上穿高腰裤的照片被暴露了？对啊，你的写真集，你把它给烧了，是不是曾经拥有？到处找，应该是曾经拥有吧？肯定曾经拥有。对啊，有没有灵感呢？有没有多一点灵感？是不是？问些灵感，说吸收高腰裤的力量，高腰裤赐给我智慧。好，问问题，还没有，是没有，还没有问题，熏过去了吧？熏过去了。我就问他是不是曾经拥有吧，我说这个挺好的问题。问问题，小明毁的这本书是否他曾经看过的？是。那他不拥有，他看过？没有说拥有。没有，他刚刚只能问说是不是，只问了是看过，他没有问是不是他自己拥有过。你应该要问拥有过，因为拥有过可能等于看过。他是不是在这个书里留下个什么东西？好，那个问问题，那本书是一本英文书吗？无关。哎，你也摸一摸了。来，你把裤子我摸吧。来，右号。我还是想问那个题，小明，这本书小明曾经拥有过吗？不是。你看他不曾拥有，他看过，只是看过，看过，这还蛮关键，不是他的，到处找，搞完把他毁了。他会不会是一个书商？这是一个绝版书，但是小明手里有那么一本，现在找到另一本，他要毁掉那一本，好让自己手里的升值。厉害。但是他说的不曾拥有，不曾拥有啊，他拥有另一本啊。那你把这故事讲了，快。
我觉得不是这个故事，我不想讲。哇哦，大家就是那么任性。对呀。啊。我好想回答哦。那就把这个讲了。我可以回答吗？那我先讲了吧。好，你先讲，你先讲。好，老板，大师给原因，吸走一切不可能。我的故事这样的：小明他拥有一本绝本书，但他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另一本，如果把那本毁掉，他这本就翻翻。啊，然后他就去把那本找个找，撕粉碎，然后他这本就很值钱。哇，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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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这种答案啊，真是。我的答案正确吧？我的答案正确吧？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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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 S 姐想问的是这个吗？我本来要说的是他前女友的。情书，我想听你的，安姐，你说一下，我想听你那故事。我觉得就是他在找他的女友的前男友写给他的情书，所以他就把它烧掉了。啊，找他找他的女友的前男友写给他的情书，烧掉。对，也挺好，也挺好，也挺好。S 姐，你会怎么对待小飞哥的这个前女友的情书？那个情书应该在他前女友手里啊，也有可能被退回来了呢。那就不叫前女友，那就也没什么好生气的。那也太尴尬了，真可怜。那前女友写给他的呢？我会把它先藏起来。哦，当底牌用。对，就是我的杀手锏。然后等到我们有纷争，他占上风的时候，我再把这个东西拿出来。两个二，傻了吧？哎，想拿出来摔在他的脸上吗？王八蛋，这些。那他说，那很正常啊。以前认识你之前，其实不正常啊。啊，你为什么要留着？是吧？对呀，他干嘛留着？对呀，正常啊。你给我一个原因。他就想对过去岁月的一种纪念嘛。纪念。啊，纪念干嘛？对啊，他纪念干嘛？代表他怀念他，思念他。我不是怀念他，我只是怀念当时那段日子。他只是怀念自己成长的一个过程呢。哎、啊，我觉得不成立。如果他这样跟我讲的话，我会说去死。Oh, no. 不要。如果此事是发生在小 S 身上，他会怎么做？他根本就不会 care 啊！就算现在有女生写情书给她老公，他都不在乎。那么大方，自信。对啊。哎，张老师，胡可姐有收过很多情书吧？嗯，我哪知道去啊，我俩又不是一个宿舍。你写没写过呀，给我媳妇儿？哎呀，假如你发现了我给胡可写的情书，哦，那应该会哈哈大笑。那我还很佩服你啊，你还敢写情书？我为啥不敢写呢？我都能想象到沙溢哥的表情，张哥你。太不自量力了，马上放下！从小就这么没皮没脸，肯定是这样。还有什么？我如果看到了，我不会有任何的反应，而且我会把它原封不动的放在那里。那稍停一下，那你在胡可之前经历的那些女孩给你留下的发卡呀、内衣呀、然后信件，你都放哪儿了？对啊。我是一个特别糙的老爷们儿，我自己的东西都找不到，所以说不定你把前女友的送给你的东西乱塞到你的抽屉里，你自己都不知道啊。有可能胡可姐，对，那我可能会找不到了。完了完了，不是有意，你完了，可是你老婆找到了。胡可姐就说，哎呀，我丈夫真是过日子人啊，这留着。哎，好，这个我来带。哎，这个好。哎，这个我可以穿。哎，过日子。哎，厉害。好，下面这道题是一道动手题，请大家移步到游戏区。快意生活即加即享是汇丰中国信用卡希望传递给大家的生活理念，所以这道题跟汇丰中国信用卡有关。接下来，如果你能在卡片华容道中以最快速度将汇丰中国信用卡转移出来，你就获胜。我们看看谁最快，挑战开始。
哎呦我天，有点难，很难动哎。这，哎呦我去，哎呦我，这谁给我粘上了吧？啊，这我不抠出来。我刚才看一个很好的，怎么会这样呢？哎，扣动！哎，我天，扣动，扣动！挑战成功！恭喜志廷以最快的速度获得了第一名，得到一张汇丰中国信用卡。你们可以翻开一号和二号卡片，即加即享汇丰中国信用卡的优惠内容哦。一号、二号、二号。哦，我。哎，九元看电影，九元看紧急酒店直通车，这是送我们的吗？没错，恭喜大家获得汇丰中国信用卡，每月2次九元约会看电影，无限次五星酒店豪华自助餐买一送一等优惠福利，9块钱看电影啊！侠盗联盟啊，8月11号啊，侠盗联盟，侠盗联盟，你要说的高级一点啊，优雅游萌一样，我的片子不是这样的啊。好，接下来的环节是改变人生的一道题。如果可以，你想跟谁交换人生？这个银行可能刚刚出现过吧，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真聪明的呢，真的就是那个 Mr. 会那个银行了啊。好，有请面试官。大家好，我是企业高管教练邵琪。哇，邵老师好。大家好，我是精神分析学者吴冠军。好，冠军老师好。大家好，我是谈判专家潘黎。大家好，我是企业战略咨询顾问刘云峰。阿峰好。好，我们来邀请第一位接受面试，冯德伦。你想跟谁交换人生呢？我会想跟我父亲调换人生，我蛮想知道我小时候长大是怎么样的啊。从父亲的角度重新看自己的成长经历，这个对你意味着什么呢？好奇啊，好奇心。嗯，好，假如在现场选一位跟你交换人生，你会选谁呢？我先不选这个人。先不选。好了，我认真地说，我会选大 S 啊，因为她是女生嘛，唯一一个。你想做一个漂亮的女人？对啊，多好。体验一下。漂亮的女人多好啊。好，谢谢你的回答。我觉得生孩子绝对真的不要体验，太可怕了，是不是？怀孕开始就非常的痛，是吗？尤其是你的小孩已经就是生出来之后，那痛苦才是真正的开始。哦，真的很惨，所以真的不要当女生。好，李诞，阿峰，你刚才我们在出场的时候，你并不是很友好哈，所以我想把这个问题难度增加一下。我怎么不友好了？给你5秒钟时间，快速的选择一个跟你交换人生的对象。志廷，
我会想跟志廷换。为什么愿意跟他交换人生呢？很简单嘛，一个是外形啊，就是我想知道从小到大长得帅是一种什么体验。有一种医院，是吗？就整形。那个整不出来，整不成他这样嘛，那么长，医院不给做。对，你想跟他交换的原因是因为想通过他弥补一些你天生不具备的一些东西，对吧？是吧？我理解你的心情哈。我看你也是挺理解的。其实我以为你的选择应该是张腾岳老师，因为你们俩是这个蛋疼组合哈。我跟张老师差不多，这还有啥可换的呀？就换了，我再活几年不就行了吗？我跟他换什么换？假如你不愿意跟他换，但是呢，张腾岳老师非要跟你换，你有什么样的方式说服他放弃这个罪恶的念头？你先说服张老师坚持吧。张老师为什么要跟我换？我为什么不能换成你？我有什么值得你想要的呀？你的头发，你的眼睛，你就别睁开就行了，特别省事儿。我这个，我天天看你们这样特别辛苦，我这样是特别辛苦。我不是眼睛小，我就是懒。刚睁开了，显个累，真的，我眼睛其实就是显累。那你闭上，我哥看什么？闭上，嗯，这也差不多。好，谢谢你的回答。谢谢阿峰。李志廷，你好。你好，高俊老师。你想跟谁交换人生？我挺想跟爱因斯坦交换人生的。我很想知道，当你有这么高的智商的时候，去体验这个人生，到底会有多有滋有味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我觉得人总得留下一个正面的痕迹，而我觉得爱因斯坦为人类做的实在太伟大太多了。那你在你既有的人生的这样一个发展中，你觉得你能做出哪些贡献？我暂时想到的就是希望通过影视作品来带给大家一些营养吧，对，一些正面的营养。感谢你的回答，谢谢。接下来的问题呢，我们问一下浩浩。嗨，潘老师。如果我们四位面试官当中让你选一位，你愿意选谁跟你交换人生？可以体验一下阿峰吗？你看阿峰的表情很向往，充满了向往。来，又好，体验啊。因为你不是你跟我交换，知道吗？ Hello darkness my old friend，I've come to talk with you again。 说实话，平时对四位老师的了解都不强，但是因为他们之间的对话勾起了我的好奇心，作为一个九零后来说，我想说那是不是可以更进一步去了解他的人生。你觉得这个交换人生给你带来最大的意义或者体验是什么？我仅仅只是想交换人生，不想说有什么重要意义，只是想说尝试，就好奇好奇。我还是个好奇宝宝。好，非常好，我们喜欢这种好奇心。 OK， 谢谢你。好吗？谢老师。好，大 S 你好。那你的答案是什么？因为我刚刚受了冯导的灵感，让我觉得我想要跟我的女儿交换人生。那你的这个好奇心是想探索哪些方面呢？当然就是觉得我这个妈妈做的合不合格，还有可以得到爸爸很多的宠爱。所以那你觉得现在还没有得到足够的爸爸的宠爱吗？本来是有啊，现在都被我女儿抢走了。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交换，你会想要从哪些方面得到一个不一样的体验呢？因为我小时候被我妈打得蛮惨的，长大之后跟妈妈感情才好的，所以我想知道我跟她从小就感情那么好，一直到长大会是什么感觉。好，那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你的生活态度，你会用什么来形容呢？过关斩将。What the hell is your job? Are you conscious? Are you alright? How did? Fuck! Righto. What's going on here? Oh, sir, I'm arrested. Oh. 敵将撃ち取ったり。那事实上呢，这一道面试题是我们汇丰中国信用卡的面试题。那汇丰中国信用卡它倡导的是快意生活，即家即享的生活态度。那大 S， 对你和你的另一半来说的话，你们谁在生活当中更符合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态度呢？应该是我吧，
因为我老公是商人的关系，所以他比较会斤斤计较。懂你。那因为我是一个数字白痴，所以我都是我妈妈跟我讲说，你快要破产了，我就不敢再花钱。然后如果他没有说这句话，我就可以花钱。所以你更加会享受当下。是。嗯，对。好，谢谢你的回答。谢谢。好，大 S。然后刚才你提到你的老公哈，我想问一下，有没有想过跟你的老公交换人生呢？我不想跟他交换人生。不想，为什么呢？如果我跟他交换人生，我就失去对他的好奇心了。想保留一种好奇，对吧？对啊。啊，如果你可以跟小 S 部分的交换，不用全部交换人生，只是部分的交换，你会交换到他身上的哪些？他人生当中哪些部分？我想跟他交换他的反应、聪明才智。虽然智慧不是说那么的深，但是他的聪明跟反应真的是很惊人。那他有什么地方你不想跟他交换吗？不爱洗头、洗澡跟洗脚。好，感谢你的回答。谢谢。你醒了？都打呼噜了，你知道吗？我给你拍下来，你打呼噜了。哎，笑死我了刚才。而且你在认真答题的时候，他要睡了，刚刚呼呼大睡。接下来我们想问一下张腾岳，闭目沉思的你想跟谁交换人生？我其实个人认为吧，其实都是一种体验，无论跟谁交换也都挺好的。我挺羡慕那种所谓就是人生修行百世，历尽千劫万苦啊，每一种人生都去尝一尝，每一次都有不同的结局，每一次都有不同的体会。哎，这样也许就真正能够超脱了。这次呢，当下猛然让我去选一个人，我真的是挑不出来，很难做一个决定。好，感谢你的回答。沙溢，你的回答是？我是今天做了一个认真的笔记啊，我呢想和那个探险家和航海家那个哥伦布交换人生。我为什么选哥伦布呢？跟我自身，有一些就是我的性格有关系。我觉得我最大的一个问题就缺乏冒险精神，因为我从小的成长的经历啊，我爸妈就，尤其是我妈妈，就告诉我，哎，这个是危险的，不要去碰它。那个是恐怖的，以至于现在我经常在我儿子那儿也会有这种心理的暗示，因为没有办法，我的成长经历就这样，受一些条条框框。对对对对对，所以如果我说要改变我的人生，我觉得这个冒险的精神对于我来讲是我特别渴望的。那在消费观这个领域，你也是缺乏冒险精神的吗？其实我还算是，我认为还算是一个理智消费者。不会突然间有，就是把所有的积蓄都花掉了啊。那么让安吉学会理财是一个生活中重要的方面吗？是，因为我不太会理财，但是我觉得安吉还是跟他的星座有关吧，他是巨蟹座嘛，巨蟹座很会理财，很顾家。我们家喝过的那个桶装的那个桶啊，然后扔掉了之后，安吉经常会捡回来，捡回来他知道那个可以换钱，你知道吗？哇，对对对。很会过日子。那你说这孩子这点随谁呢？随他姥姥。假如现在你要策划一个跟另一半一起度过的一个重要的纪念日，咋的？那你想好了要带他去五星级的餐厅吃自助餐，然后一起看电影，而你的另一半却拒绝了，你想要怎么去说服他呢？我媳妇儿不会拒绝的。哦，因为我从来没给过他这个。其实我很惭愧啊，其实我知道我老婆很希望有这种形式，但是有的时候呢我就自己就觉得不好意思。就比方说520的时候吧，那天我特别希望能够送给她一个礼物，后来我说哎，正好今天咱们俩抽个时间，咱们俩去转一转，两个人就很开心的去转转转。但是转来转去，因为老夫老妻，他也很务实，看看这个他觉得不是特别喜欢，看看那个他也觉得不是很实用，又那么贵，最后两个人转来转去什么也没买，然后再加上孩子也要放学了，两个人就开车回去去接孩子放学了。那8月11号那天你准备送他什么礼物？送他两张电影票。如果有特别务实的每月2次9元看电影这样子的优惠，会带你老婆去看吗？我不会的。侠盗联盟我不会用9元的，我要全价去买票啊。
好，谢谢大家的回答。那专家小组将进入到内部讨论的环节，之后为大家揭晓结果。对，沙溢的消费观太保守了，该享受的你去享受，该拼搏的你去拼搏。好，经过专家的讨论，我们最终选择了一位最符合汇丰中国信用卡要求的人选，他就是大 S。哇，太对了，耶！对于汇丰中国信用卡而言，企业倡导的是快意生活、即加即享的理念。我们刚刚从大 S 的回答当中可以看出，他的人生态度是过关斩将。事实上，这样子的态度正符合汇丰中国信用卡活在当下、活在当下、把握机会这样子的一个理念。活在这儿，活在这儿。所以我们最终选择了大 S。谢谢。厉害。我应聘三次了，到现在没找着工作呢。其实交换人生，它其实是提供你一个机会，让你用一个你欣赏的人做参照系来省察自己的人生。刚刚李志廷啊，在投票中你是惜败了，你的选择爱因斯坦是因为他有一个真的是常人不能及的智商，所以他做出这么大的一个贡献，你也有一个贡献的心。所以说我觉得你的人生会越活越精彩。哇，好鸡汤哦。好鸡汤哦。谢谢关俊老师，希望请你归言。好，来点评一下李诞。阿芳，那么李诞刚才的回答呢，他的选择是李志廷，但是他选择交换李志廷人生的理由是颜值和个性。而这一点呢，我们觉得李志廷的成功更多的靠是他的勤奋和他的才华，理财观念。所以我们希望李诞呢，更多的不要聚焦在你的颜值和个性上，更多的要发挥你自己的优势，比如说你的幽默感、你的才华，然后才能够拥有更加精彩的人生。谢谢阿芳，谢谢阿芳。接下来有两位让我们也觉得很可惜的，二张，一个是张佑浩，因为我们信用卡需要的是有固定的和确定人生目标，而你的优势在于未来一切皆有可能，因此我们更希望那种有具体聚焦的人员来真正进入我们信用卡。那么另外一位呢，张宗岳的好处是活得明白，但是呢最大的优点也可能是缺点，所以如果你活在当下，即用即享，那么相信你会活得更加快意人生。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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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老师，谢谢谢谢谢谢。好，最后我们来点评一下冯德伦和沙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冯德伦一直在用不同的视角在看待人生。不要太特写啊，就快一点。所以才让冯德伦有不断的灵感去创作你的电影。对。那但是对于汇丰中国信用卡来说，更重要的是抓住当下，活在当下。沙溢在交换人生这个选项当中是一个典型的互补型的选择，因为对自己的一个反思是缺乏冒险精神。那从这一点当中，事实上也透露出你的消费观和你的一个人生态度。沙溢，你目前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并不是汇丰中国信用卡最佳的人选，但是我们相信你的这样子的一个反思能力会让你在其他的角色当中发挥得更好。好，谢谢，谢谢大家。面试结束，面试官也陪伴了我们整整一季。哦哦，谢谢谢谢。但是他们一直都是在荧幕中，对不对？对对。大家想不想让他们出来？我们欢迎吧，欢迎四位面试官。欢迎。你们要出来吗？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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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玩了，这个。好，为了让接下来的答题挑战更加升级。我们将变为两队 PK 的形式，两队将分别由本季获得最多次 Wise Man 称号的冯导和最少次的蛋蛋担任队长。What？ 坏。好，现在请专家到现场跟我们一起答题吧。来吧，来吧，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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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他们出来为什么是这种音乐？什么音乐？哇，看到真人，看到真人了！但也不是电视机屏幕的一个脸。
潘老师好。小姐姐好。冠军老师好。峰哥好。我想握个手，我真想握个手。王老师，真的好，你好，你好，太厉害，你好，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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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琦姐好，辛苦了，你好，谢谢，小姐你好，阿峰，阿峰，阿峰，谢谢了，谢谢了，等着瞧，等着瞧啊，你坐，咱们坐那边，好，咱们红队坐那边，好。我喜欢最后一期，这个十期了，我居然坐到个中间，啊，开心。第二季的话可能要坐二楼了，啊，开心开心啊。好了，之前我们只听专家说了自己的职业身份，今天让我们听听他们更详细的自我介绍吧。我是谈判专家，交大硕士潘黎。哇哇哇哇！交大。好，大家好，我是邵琦。华东理工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厉害厉害！哇哇，华理厉害，厉害厉害！来，那两位，大家好，我是刘云峰，我是清华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 MBA。哇哇 ，MIT 呀！我的对手怎么这么厉害？对呀，你们为什么给我对手找这么厉害的对手？你们太缺德了，节目组。MIT 就是美国帝国理工嘛，不就是？对呀，但是哦，你们死定了。MIT 最厉害的学校，你们死定了，也够特殊的了。冠军老师，大家好，我是吴冠军，我是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的哲学博士。哲学博士。哇！哦，原来学历这么高，我真没想。啊，他是博导，你是博士生导师。对，我现在是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纽约大学的双聘教授和博士生导师。欢迎你来考我博士，你刚刚毕业可以再来继续的做硕士和博士。博导，没事没事没事，你们先把今天那个题答对了再说。那当然当然。好，我们的四位专家在前九期问了那么多刁难的问题，既然到了最后一期，我们这次全力反转，对专家尽情的提问吧。有啊，邵老师曾经说过他要告诉我们他到底多大了。那我现在给你个机会，问我三个问题，把这个答案回答出来。又掉坑里了。你说你没事跟他聊什么天？不是，还不是他问你吗？这想着呢。邵老师啊，你小时候十几岁的时候，你的偶像是谁？刘德华。然后你第一部电影看的是什么？第一部电影。这样吧，我们别努力了。阿峰，三个问题，知道邵琦老师的年龄，加油，看好你。这个机会是给你们的，给你们，我们给你们给你一个时期，我已经知道了。你们已经折磨我们十期了，还不能让我们快乐一下？我们就是学习，学习。属什么呀？好问题，好问题，对，好问题。因为第一步你建立了信任，对不对？都跟我谈偶像了，那我这个属相一定要回答你，属羊，属羊。明白了，啊，知道了。你们四位回答我另一个问题吧。那你们四位现在可以交换人生了，在你们四个之间互相选一个。好恶毒啊！阿峰先回答吧，你会选谁换人生啊？我其实特别想跟你换。你想跟我换？对。你为什么不想跟志廷换？因为我看中你的是你的幽默感。啊，你的意思就是我比志廷幽默是吗？对。好。感谢你的回答，来，冠军老师。蛋总，你知道多少哲学家？我就想知道你想跟谁换。你那些哲学家我应该知道。我会报的一个哲学家的名气。好，你请回答我的问题，没有让你展示自己的学位。好的，好的。严肃面对这次面试，回答你的问题。好的，那我会选择一个叫康德。康德。对。你为什么认为面试官不知道康德呢？当然，你肯定知道康德啊！我相信，按照你的智商，按照你的阅历，不要评价面试官的智商。对，你先回答为什么要跟康德换。我们说。智不可及啊，他的所有的建构已经超越我们一般做学者能够抵达的高分。Good, good, yes。所以这就是你的回答吗？对。康德，你那么喜欢的一个哲学家，你对他的评价就这么短吗？感谢你的回答。好的，好的，好的。邵琦姐，邵琦姐，我这有一个问题想问，我这是好奇啊。我们不是有一道题说给单身女性设计一个高科技产品吗？那您会选择设计什么高科技产品给单身女性？其实我非常认同你的答案，
我们引入一些大数据的匹配和一些虚拟现实的技术，甚至将来的这些人工智能的技术都可以运用到这些科技产品当中。好，潘迪老师，在少奇姐回答的过程中，我看你频频点头，所以你同意她的看法吗？我不是女性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同意。所以你就要放弃这次面试了？当然没有放弃。谢谢潘迪老师。好，请等待专家小组的讨论。谢谢今天所有人的精彩表现。谢谢。好，不开玩笑了，接下来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一系列脑力运动题，重申一下答题规则，这次是红蓝两队 PK 战，没有专属题，所有的题目但凡知道答案的请直接说我挑战，答对则为所属队伍加一分，一共五道题，先得到三分的队伍获胜。最后请大家从获胜队伍中投票选出一位本期脑力男，他将获得由惠氏 S26 送出的神秘智慧礼一份，惠氏 S26 幼儿配方奶粉，含大脑发育重要营养素神经俏灵芝，把握宝宝三岁前神经元网络化不容错过。好，第一题是来自中国高智商协会的入会考试题，观察下图求问号处的数字。智婷会这种题，智婷从第一期做到最后一期。处的数字，这有什么想法吗？颜色。智婷最会就是这种题，肯定跟颜色有关，必须跟颜色有关。帝国理工的荣誉数字有什么？不知道。不要输给 MIT 哦。我现在特别后悔，我怎么能对一个 MIT 的毕业生那样说话，太没素质了。我也很奇怪，你怎么能当上队长呢？Red. 挑战！我们先挑了。他先。MIT 代表这个英国挑战您美国。他要是没答出来，估计会被学校把学位追回。这个就是颜色加在一起，对。的一个理论嘛，就是紫色就是红加蓝，方格就是13+33就是46。对，这个是 OK 的。绿色是黄加红嘛？对，就21嘛。对，绿色不就是黄加蓝？就颜色。8+那个33嘛。33。等于41。哦。颜色有关。哇，瞧瞧。哎，为了收工，收工。第二道题将由大家的老朋友 Ollie 出题。好像是透明的，点色。Hello， 我是怪兽宝宝 Ollie， 你们见到我吗？我又来给大家出题了，我要先给大家变个魔术哦。哎呀，你这缺德孩子！倒霉孩子。我厉害吗？新交到哥哥们变魔术的时间，你们可以不弄碎瓶子就把瓶塞儿给拿出来吗？我可是知道的哦。请在不破坏酒瓶的情况下把木塞拿出来。这个呢，就要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内蒙古的传统绝技了。给我把酒倒满。对，就像我记得以前就是像鲨鱼那样说，把气球搁里头吹起来。但是你在一个瓶子里头想把气球吹起来很难。所以要有吸管，然后用。所以要用塑料袋。我这是塑料袋。你气球不行，塑料袋行。哦，你可以把它吹胀，然后用它的压力压到瓶边，慢慢的把它。有皮筋儿，木上有皮筋儿。对啊，拿皮筋儿绑上。来吹。
吸管。吹不动啊，因为你在瓶子里，它自然是吹不动的。我这气球眼看就掉来了，吸管也掉来了，最后就不是拿一个东西了，我这把吸管插进去呢。只能是这样的。哎，我吹到了，我其实刚刚也吹到了，但是有点。哎，对对对，我看看看看，哎，他可以了。哎，漂亮，厉害了。这概念我觉得是对的，我。对的对的，肯定是对的。这咋吹啊？你爱咋吹咋吹啊！这不仅没弄出来，现在头晕眼花的吹的我。冷萃，我突然很好奇，大家平时酒量如何 ？S 姐，你酒量怎么样？超级好，千杯不醉。哦，而且我还可以混酒喝。你们听过炸弹吗？听过啊。炸弹是我的强项。哎呦我天 ！Oh my god！ 太厉害了。我记得小飞酒量一般哈。我老公他喝不过你，他就是为了公事才会喝酒，他不是像我就是非常爱喝。那 S 姐，你和小 S 比谁的酒量比较好？当然是我啊，而且他酒品很差。他喝酒就会抱着人亲或者抱着人哭。所以大家姐，您酒那酒品你觉得你好吗？我酒品很好，因为我喝不醉啊。真的那么厉害？真的，我怀孕的时候不能喝酒，好痛苦哦。谁爱弄谁弄，我是弄不了这玩意儿。救命！大哥我，新家都。等会儿，咱留口气儿。8月11号还没到呢。新家，大哥。留口气儿，留口气儿。好像差一点点的。我们现在分成了几个流派，一个是技巧派，一个是暴力派，还有一个是不知所谓派，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知道，但我不会，就应该是这样。是这样吗？我觉得我就是典型的，我都不知道我自己要干什么。老大。看着血压，老大。老大，气球在瓶子里是吹不起来的。你要那样吹的话，它里面有压力的。是的，我除非你要把它吹胀起来了，那就一点点，不可能再大了。我们这个思路一定是对的，但是就是手工活太差。我到了这一步，但是我永远到了这一步。我也到这一步，但是他出不来。他一定要把这个，就是相当于这样，你知道吗？那个瓶盖被他包裹起来了。这里得有一个推力。行，有了。喂，再来一个不？有了。哎，可以了，哎，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可以了，哎，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喂，就这个方法，就是这方法。哦，有点，哎，对，特别不错，对，厉害，厉害，厉害。接下来这道题，请大家把手伸出来。手都伸出来。对，因为这道题要考验大家的观察能力，只能脑补，不能动手。折纸课上，老师让每人都做一样东西，小明交了这样5张纸条，请问小明做出了什么？按照他折的那个顺序看呗。空间想象能力，这个纸挺可以答得出来的。别，这压力。我的空间想象能力是最差。
我觉得我有点头绪。那他是有几个这样的 trapezium， 应该怎么说？是五张纸条一共组成了一东西，还是每个纸条是一个东西？叫梯形。梯形。那你觉得粉红跟粉蓝那两个梯形大概？大小不一样。我挑战一个五角星。我挑战一个五角星。你走心一点。他的智商百四，不怎么用。我帮你们排除了困难，直到第十七都不怎么用。我挑战。没人说话，没人说话，你听错了。我啊，没人说话。我啊，挑战什么？赵老师要上洗手间，让他继续睡一睡。第一个纸条可以折出大写的 L。看不到。第二张纸条 N 呢是对 N。 第三张纸条 W。 第四张纸条是，你该说第五张了。第四张是 W。 知道了。这个挑战不挑战。挑战好，红蓝两队都有人挑战，但冯导快0.9秒，请冯导先说出答案。其实我们是一样了，我觉得出来的是 lemon lemon。 都是扳回一局。 lemon。哇，蓝的变一呀、啊！好，我们下一题。好，我们来看下一道题。老司机，老司机带带我，我要去声称，有五辆新福特翼虎汽车，颜色分别是白、蓝、橙、绿、红，现在要按照红、绿、橙、蓝、白的顺序摆放，要求一只能移动三次，二每次只能同时移动相邻的两辆车，三。移动的两辆车只能在不打乱顺序的情况下一起移到车队的最左边或最右边。题我都看不懂。看懂了、啊、我看懂了。郝林老师加油啊。它很简单，你每次同时只能移两辆，然后呢你每次移你不能移到中间，你只能要么移到最左边要么移到最右边，就不能往里这么挪。不管往里挪还是往外挪，然后最后要把它以前的顺现在这个顺序移成红绿橙蓝白这个顺序。来，把这样子试。对，这样子我们来试。一动就得动两辆，是吧？对。什么玩意儿？这不是仿？哎，那点车弄那么多色干啥？白色挺好。帮忙去。不是，哎，老潘，我们五个人一人拿一张纸，你来换位置。好吧，也可以。来，拿一张纸，谁代表红？蛋蛋代表红。我代表红，我白。代表红。纸挨一块，我们来试一下。其实我这样看上去有点反的，我们还是拿这个纸吧。我建议在上面推演好了，这样最快，他们看不见。来，在这儿，来，这样最快。你坐着，给你站着不舒服。不会，快，你坐，你没事，坐。我觉得这个肯定跟地球自转有关系。你已经不行，你已经动了两次。我知道，三次嘛。还是从左到右，从右到左，不一样。三次，而且呢，现在红跟绿。他们好认真啊。对。我队友太严肃，我跟你们玩。还捣乱呢。他们更了不起了，他们都是英文。你坐着，你站着不舒服。快，你坐着。沙哥来这边我们汉文的来。那就直更直观一点了。咱们看中文了。更直观一点。只能移动三次。绿，那每次只能同时移动相邻的两辆车。不行。
有一点可以确定，第一次网肯定是网红后边的，否则他没有办法放在。他没有办法变成第一。你看，如果这样的话，对，他能不能？他哎，你这是中文的啊，中文来吧。你也可以这么出。对对对，中间这个可以出。因为还要再。对对对，没错没错，这个可以。我可以移动到，但是很多次。我也是啊。我最少就有5次，我就可以完成了。那个阿峰，阿峰点评一下我们在这个团队中的表现吧。你表现是最好的，是不是？你表现最好的，谢谢阿峰。你帮着那个谁，黄导，我在这儿把你这道具用一下。啊，夏老师，你不会红的英文都不会吧？我认识中文，他不是我认识，但是没有那么直观，没有那么直观，有的地方比想象中要难哦。弹幕给的朋友们，你们答出来了吗？请尽情的笑吧，笑不了几期了啊！好好的笑话我们吧。哎，我得行，我行了。哦，等一下，我忘了，我怎么移的了？别着急。啊，对，啊！哎呀，我忘了，我就3次。哎呀，再来一次，没事，别急。啊，我这是最后一次。哎呦，我忘了怎么办？哎呀，别急，小子，再来一次。你刚才动了红没有？我刚刚没有动过红。没有动过红。好，看我刚刚一个记笔记。我是不是老了呀？滚！记忆力不行了。我觉得我们分别弄，我们放在一起的效率低。他的意思就是不相信你们所有人的智慧，他自己就可以完成了。不要挑拨啊！我们想不出，他们也想不出。这样羞辱我们，没上过这种节目吧？必须得弄，弄出来他真不让你回家呀！可咋？你赶快想点办法嘛！想办法，那我给你买汉堡。不是，然后我来，挑战。我们的思路是不要把它想成一条直线，总而言之，我只要满足最后是这个顺序就行了，我没必要把它看成一条线，先动红绿挪到橙的旁边，然后蓝白再挪过来就 OK 了，这不就符合这个顺序了吗？先敲好吗？绿橙蓝白，快点敲，小猫受不了了。对的，所以我的菜刀一定错了。我们队员丢的脸，我们队员自己捡回来。等一下，我挑战。结婚了又忘了，不亮西边亮啊，再进餐厂我再忧伤啊。少奇老师，你帮我记住了吗？我先动的是橙绿，动到了这儿，好，然后动的是，哎呀，我怎么又忘了？等一下，对，对不起啊，见笑了。队长管一管，让他们下去。见笑，快回来吧。算了。我红橙。都怪我。再回再尝。最后那个什么，我把那个写下来。对不起，我要写下来。本来呢都是很有尊严的人啊，自从加入了我的战队，无所谓了都。啊，对不起。找找灵感啊。清醒一下。我问一个特别蠢的问题行吗？可以问吗？就我可不可以挪完以后请几个师傅重新喷漆呢？问可以吗？想的不对吗？车这个东西对不对，买回来哎不喜欢换个颜色，汽车贴膜啥的，就是这个红和绿吧，它隔一个，永远隔一个，所以按照传统方法是无解的，咋挪它都可以。挑战。哇！我的假的，等你等了好久了。加油，冠军老师。我导出来了。冠军老师。哲。我来。你说我来。没事。我来。好，我来。先把蓝橙移到这里。蓝橙。最旁边。That's correct. Good. 再把红蓝移到最旁边。红蓝。然后再把蓝白移过来。哦。哇。是不是？
红绿橙蓝白。对。Correct。哇！耶！太强了！太强了！简直是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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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这道题最后就只有 practice， 没有别的办法。哇哦，战况焦灼，红蓝两队打成了2-2平手。那在最后一题决胜负前，我们先稍微放个松下，去休息间做个游戏，换换脑子吧。欢迎大家来到休息间。你叫他什么名字啊？你们好，我是史上最帅气聪明的搜狗旺仔机器人。搜狗装的呀？我们两个谁更年纪大？这个问题很简单，毫无疑问是张老师。拦住我，拦住我，拦住我，你快拦住我！大蓝姐姐你好，我想问问你，在座的嘉宾除了本汪之外，谁最有魅力？啊，我觉得年纪最大的男人最有魅力。你看，你看。就是说冯导就是最大的。我改过户口，老大老大不是我最大，我改过身份证，我改过身份证而已。你的脸，老大，钱包给你钱包了吗？我改过身份证，直接就站过来，这样可以吗？能得到女神大 S 姐姐的欣赏，真是幸运。好了，今天休息间的游戏叫嘴皮子六六六，汪仔将念出一条复杂的绕口令，大家进行复述挑战，勇士超越汪仔即获得胜利，不准念错哟。汪仔先来念出绕口令吧。山前住的严远远，山后住的严远远，二人山前来比眼，也不知道严远远比严远远的远远，也不知道严远远比严远远的演员。汪仔用时10秒来挑战吧。下一个。山前出水爷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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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前住的严远严，山后住的严严远，二人山前来比严，也不知道严远比严远远的远，严也不知道严远远比严远远的严远。大 S 张腾岳双簧8秒完成，恭喜挑战成功。好，休息完毕，目前两队2-2平手，第一季脑男的最后一题就用这道小学生秒答题来决胜负吧。秒答题，请观察规律，算出问号处的数字。 OK， 骨头是几个呀？一串是8个啊。最后那个图形跟上面不一样，没有方块了。它的时间的表不一样。哎，时间不一样，它在转哦，而且最后还有一个乘号，有没有？很神奇。8+8，我觉得不太好。对，快点，你快点弄。我这是对的吗？24，是对的。时间在动哦。他这个最麻烦的是他最后的一个时间点，这是有逻辑。对，下一个，我觉得太复杂了。12是多少？为什么我发现你今天放弃了？干脆这做了队长就放弃了？太难了，我刚没放弃，我都摆弄了半天。这个你放弃吗？你不放弃啊？我瞎算呗，瞎看看，试试运气。那什么吧，用个提示吧。用提示，用要个提示吧。好，会是 S26 智慧护肝钥匙，来要提示。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你给他们看看，我看到了。这都最后一期了，还分你我？来看一眼。那可不，当然了。提示就是说那个形状等于21，对不对？对啊。
对啊，那就说算下去呢，五行是二十一，若列五角加四角加三角等于二十一，这怎么算呢？特复杂，那等于二十一。嗯，对啊，二十一，二十六，不对劲儿啊！把所有的都告诉了。嗯，哎呀，胡说八道，对不起。怎么可能？特别复杂那个是什么？特别复杂那个是？不能告诉我。你刚刚不是说了吗？刚才那是骗你们的。老大很认真的还问我，我们再算一会儿，再算不出来就共享，再算不出来就共享。MIT 应该会了，我是 MIT 学 MBA 学管理的。What？ 我就是你可以用那个方程。挑战，挑战，三十五对吗？这么漂亮，这么厉害吗？因为他们告诉我们这个有十二条边，那我又觉得呢，它就是代表十二。这个加这个就等于二十四，二十四嘛，然后加一个未知的量，这个葡萄等于三十四，所以十，葡萄等于十，这葡萄，然后两个葡萄就是二十，加上一个时刻钟，等于了四十四，这个时刻钟我就觉得就应该是二十四，然后它正好指的是三点，所以一刻钟就是八，好。我们我就直接把它带到这下边来了，就是二乘以八，第三个不行，十，我没有管第三个了。哎，这是乘法呀，很尴尬，很尴尬，非常尴尬啊！哎呀，这是个乘法，尴尬，非常尴尬，浪费了我们两分钟。哎，不光没做出来，还把我们提示给泄露了。我们已经想到了，那个我们都想到了，对啊，连我都想到了，是吗？Grapes 一定是，这四条它不止八个。哎，葡萄不一样，多了一个第四号。才发现，还悄悄的说葡萄不一样。人这边都八九八九半天了，他葡萄不一样。你哪队的？我就替你尴尬。拆咱们家自己的台有意思吗？我们家哪有台？我看我们队又有戏了，我告诉你，我们哲学老师又去了。你看看，我们用哲学的思维来解数学的问题。人为什么会吃葡萄呢？人是怎么构造葡萄的？上树，就是因为想吃葡萄才直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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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走。嗯，对了，跟提示一定要有关系。所以虽然它有十二个边，但是它并不代表它是十二。对，你得怎么转过来呢？是的，我觉得你前面推的是对的，有道理。就最后这三个图形是怎么解释它的变化？挑战六十九，挑战了，我们挑战，我挑战六十九，七十九，那你七十九先算，你是最棒的。然后结果我错了，这十集节目啊，都是他们逼我的，真的，我就是特别崇拜 MIT 的人。别影响了，别影响。是这样的哈，就是说，我觉得您说什么都是别影响，别影响。那我觉得这些就不代表数，如果代表数的话，肯定是不对的。比如十二加十二加上对，不代表八，它是等不了的，所以它一定不代表数。所以我就又把它当成一个字母。我也是 x 加上 x 加。我现在也是这么算的，那我来晚了。我这样算的，三十四，然后呢 ，y 加上 y， 再加上 z 等于四十四。对啊。然后这个 z 加上来晚了，对不起大家。等于五十五，看他最后。但是我觉得小学生能做这么复杂的题吗？哎，哎，咱俩真一样哎。我最后觉得这样。你什么时候看我的？就是想复杂的，这还复杂？我给大家带回来一个大结局吧，想复杂的。然后最后算出来以后呢，实际上这这是十五，这个代表的十五，对对对。就是我们真的这么，我们俩咱一块儿说，我们俩都代表的就是这个。然后这个葡萄代表的是四，葡萄八颗的代表四。然后呢，这个哪对呢？时钟呢代表的是三十六。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代入就好了。代入完了以后，但是现在问题，这个时钟它是这是三嘛，这是二，它说它少了一个。对啊。这应该是这个三十六减一乘以这个。它比它少了四，也就是图形，然后十五减去四，这
六是三十五，加上四乘以十一，四十四，所以等于七十九。太复杂了，我觉得。觉得太复杂了，复杂。太复杂了，你尴尬，简单一点。调一下吧，我觉得你把那个方程式列出来，然后让自己算啊。这是 x 加 x 加 y 对吧？对。那三十四这是没问题的，对不对？好 ，y 加 y 加 z 等于四十四 ，z 加 y。好，我那小学生秒答题，蛋蛋，你连小学都没得读了是吗？你也没做出来啊，小琪姐，不要攻击我啊！你看现在蛋蛋连看都不敢看，啊，疯光光，光光一顿算，你也没算出来，还在这说，还不是我们张老师啊？嗯，张老师多厉害，虽然我不敢回头啊。肯定是张老师做对了，起码范儿是有的。我从小看这玩意儿就头晕。哎呀，歪八都出来了，我觉得我们肯定想复杂的。是吗？这个题应该让安琪来答，好，肯定没那么复杂。反正就是我这么标吧，就是，x 十二是十五，我 y 八等于四，就是 y 八就是葡萄八等于四。然后 Z 三就是钟表的三，最后是等于三十六，所以你就这么去推，这里面又得去除，所以最后算起来就是，一看就不对，太复杂了。小学生秒答题，哪儿的小学生出来了？对不住了，安吉。安吉、啊。安吉。安吉这么厉害？就别打了吧。算了，那算了。我问你们有啥早教的互动？这个早教我没有去过呀，我没陪过他们俩，都是妈妈什么陪着去。X 八应该是等于十，Y 九就应该是等于四点五 ，Z 二应该是等于二十四，所以最后是你，最后就是四点五乘十。等于六十九吧。真这么算呢？好厉害哟！方程式，恭喜红队获得一分，取得 PK 战胜利。恭喜各位，第一季难题已经全部解开，大家将进入心服特异壶七秒抉择时刻，请各位在获胜队伍中评选出本期的 Wise Man。 倒计时开始，恭喜张老师五票当选。对，谢谢大家。恭喜你获得互联出成就，智慧全宇宙的会是 S 二六送出的神经元网络化智慧纯金钥匙一把，为你打开人生的所有脑洞。恭喜张老师！谢谢。哇，还是个好波。等等，哎 ，Hello， Hello， 你好。干得漂亮，厉害！给你点个赞。太帅了！漂亮啊！哎呀！哇，我们的蛋蛋好厉害！我
觉得尊重是大于美和丑。您作为一个九零后来说，不想说有什么重要意义，只是想说尝试。我妈从小教给我的就是不懂要问。牵扯到道德问题的时候，我不赞成使用谎言，哪怕是善意的谎言，我也不赞成。只要你愿意努力，没有东西是不可能的。挑战 again， 有意思 ，PK 一下我们的脑力。哇，记忆力那么强！哇哇哇！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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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老大，哇哦，哇，第一张厉害了，同意。我喜欢最后一期。脑力男人时代，来尬脑吧！就是那个葡萄那个吧，他就那算那方程式那个，其实确实上学的时候都学过，年纪大了嘛，上学那些题都忘记了。对哪一题？我觉得对于那个小学的算术题，我觉得那根本就是骗我们的嘛，什么小学秒答题，那未免也太困难了吧。我觉得幽默是第一个，再来就是他在任何的情况下都可以处变不惊，就像这几个脑男一样，他们就是等一下要面对的东西也不知道是什么，也不知道题目有多难，也不知道今天要录几个小时，可是他们就是很开心的快快乐乐的在那边录影，很有赤子之心。我觉得我还差，对，我还没有成为我自己心目当中的脑力男。我不来你们这个节目，我也是我心中的脑力男。OK， 谢谢，谢谢。OK， 谢谢。鉴于张佑浩在节目《脑力男人时代》当中的表现，我们特给张佑浩颁布了扫雷王。大家也看到了啊，送分王，送分王啊！我觉得呢，我得到这个奖算是实至名归了。谢谢，谢谢，谢谢节目对我的肯定，谢谢。毕业了，救场王。我觉得暖宝宝是实至名归的，我觉得自己挺暖的。这个跟脑力男人有什么关系呢？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由互联出成就智慧全宇宙的会是 S 二六独家冠名播出《荷尔蒙脑力脱口秀》《脑力男人时代》。关注老板电器的微博，挑战脑洞神题赢大奖。感谢高智商高颜值的新福特翼虎的赞助播出，还要感谢快意生活即将吉祥的汇丰中国信用卡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新浪微博、微博视频台、脑力充电宝、知乎、天涯社区、Zucker、UC、网易娱乐、搜狗输入法、天天爱消除、创维酷开、创维、企鹅 TV、腾讯视频 VIP、 美图秀秀、大象公会、网易严选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 Hello， 大家好，我是于可，我来自北京交通大学法学院。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开大学国际政治专业的许杰。各位好，我是吴学达，来自中国传媒大学。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继伦，来自于北京理工大学信息与电子学院。 Hello，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软件与微电子学院的陈宗良。我们是脑力男人时代尬脑大赛的最强者，我们才是最聪明的人，今天我们是来挑战的。脑力男的哥哥们感觉没那么厉害，这个应该由我们来才对。光说不练假把式，既然你们这么有自信，那我就出道题考考你们吧。请听题：小明在巡逻的时候遇到手榴弹袭击，他已经把手榴弹成功丢出去，为什么还是会受伤？请推理出完整的故事吧。手榴弹丢出去还会受伤，你没有想过是怎么样吗？是不是又弹回来？我觉得这应该用抛物线的公理。物理学，谁懂物理学？我是个理科生。物理学怎么样解释这个问题？
但是我的专业还是法律，我得靠北大的高材生。那我想问一下，他是因为手榴弹的原因，所以做到伤害吗？是。他的手榴弹是垂直向上扔的吗？不是。请问小明扔出手榴弹之后是原地不动吗？是。请问这个手榴弹是劣质的吗？不是。请问他手里还有一枚手榴弹是吗？不是。提问，它这边的话是一个平面的空间吗？还是说它有特殊的一个空间存在？不是。每次我看这个节目的时候我觉得没有这么难啊，但是我今天来的时候我发现为什么这么难啊，这是一个有毒的地方吧。对啊，这个题好难啊，我都没想到。可能可以想一下还有什么其他的外力因素啊。请问那个手榴弹是回旋镖的形状吗？不是。小明是手榴弹型号的名字吗？不是。他受伤是心理受伤，但是没有身体受伤吗？不是。提问，他受伤是因为眼睛被强光刺的吗？不是。我问一下。提问，想问一下。我要讲故事，我觉得会不会是好的，如果想知道这道题的正确答案，请关注微博腾讯视频脑力男人时代才能知道哦。你俩听好了，今天的题目是有一个小男孩挂了所有的科，却作为优秀毕业生代表顺利去毕业了，为什么呢？那我问问题，这个小男孩是不是张佑浩呀？不是。嗯，这个小男孩是不是去补考了？不是。啊，那我讲个故事吧。嗯，就是啊，他呀挂的不是说考试的学科，他是体检的时候挂了所有科室的号，然后呢去体检非常健康，所以成绩优秀的小男孩顺利毕业了。你说的很有道理。是不是？不是。啊，真的吗？奥林，你赶紧说答案吧，说一个。那我就告诉你们吧。好的呀。让我回到3岁以前，然后喝掉这个奶粉，让我变得又聪明又帅，反正什么都好。祈求上天，不如早和会试。3岁前是大脑神经元网络化的重要时期，会试 S26 含神经鞘磷脂，有助于神经元网络化，让宝宝更聪明。